马斯亚平近日回归，在签售会上恭喜夏良收到萨达尔传说，瞬间瞪大眼睛。因为不能收礼，所以粉丝只是特地带过来给夏良看。而恭喜夏良抱着萨达尔传说王国之类游戏片，露出了十分珍惜的表情，好像是恨不得当下就能把怀里的游戏片带回家玩。也让粉丝们表示夏良是真粉，完全藏不住自己的阿宅范心。还有粉丝帮他配了 OS， 想象夏良内心在狂吼：“让我下班 right now！” 而萨达尔传说的发行，目前也造成游戏迷集体请假，困在初始空岛的恐怖现象。夏良还有提到，萨达尔传说今天完售了，似乎十分万奇。然后粉丝从包包拿出来给他看的时候，一脸幸福。游戏宅魂真的骗不了人，也让人直呼粉丝根本是在炫耀吧。